第五题，下列各物质的化学式何者正确？A. 氧气，氧是双原子分子，所以要写的是 O2。B. 氦气，氦是单原子分子，所以它的化学式是 He。氯化钠，我们是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正价写前面，负价写后面，所以它应该写作 NaCl。所以只有选项 D，硫酸铜是对的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各物质的化学式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硫酸铜 CuSO4。